听到这个熟悉的加油声，就知道大师兄林志胜上场打击。他昨天第一个打击就敲出安打，将连续上垒场次纪录再推进64场，距离日职铃木一郎连续69场纪录只差5场。五棒蒋志贤在3局敲出本季的第3号全垒打，先发投手欧文回稳，先发7局只失1分，加上义大投手崩盘，中信兄弟以11-1大胜义大。欧文当然是这场的单场最有价值球员。那场南米狗对统一的比赛，南米狗在第一局就突破统一先发投手极恶的球路，攻下5分，中场以11-7击败统一，在今年球季胜场开幕。南米狗开幕前3战共拿下29分，以追平2007年陈泰 Cobra 所缔造的联盟纪录。董修文综合报道。